起来。汉奥运主英雄，四海列国唐蛟龙，中国健儿勇者胜我四年一战冠军梦。欢歌响起的祝福，为我中国小红福，相约里约热内卢，我四年一战冠军。哎呀，忘词了。
两个人太冲动，为了 rap 比输赢，待会儿推门回了家，准把父母全吓懵，全吓懵。我不管，我回家看好戏去了，拜拜。那我也回家看好戏去了啊。继承了我的艺术细胞吧。行了你还说呢，刚才汤圆这一进门那嘴就没停过，噼里啪啦说个不停，老师说马上就要考古诗词了，还没背完呢。寓教于乐嘛，寓教于乐。行了你别贫了，赶紧叫儿子过来吃饭啊。好。哎儿子，汤圆，你妈叫你吃饭喽。You bro, this is MC 汤圆。行了，你也别拉的了，我来说吧。
汤圆儿，你能不能正常一点儿？赶紧的把衣服换了，回来吃饭，恢复正常。妈妈，妈妈，你不懂，这是我的艺术，衣服就该这么穿，哎 ，T 恤就该这么穿。哎呦，我顺便再说一下，今天的菜很好看，今天的菜有点咸。少放盐，少放盐。不换就不换了啊！那个汤圆，这样穿还凉快点是吧？你坐好，你坐好。吃饭的时候还是要好好吃，要不容易岔气儿啊。来来，我跟你妈妈说点事儿啊。好，嗯。爸爸，妈妈，再见，我就继续吃饭。急躁，你这么急躁，什么事都会乱起来的。对孩子应该耐心，要慢慢来。慢慢来，慢慢来，到什么时候啊？这个样啊，你看他现在再不管就跑偏了。我知道，汤圆在遗传我的路上确实有点跑偏了，但是这事儿也不能着急呀、啊，尤其对孩子的事儿，我们要耐心。我想，咱们要不以毒攻毒。读攻读，对，怎么个以读攻读法？我呀，半夜里洗哈，然后我把那个东西呢，故事字放在里头，我跟他一起讲就行了。OK， 好，这事儿交给你了啊。哟哟哟哟 ，MC 汤圆儿。This is MC 汤圆老爹哟哟哟哟 ，What are you 弄啥嘞？哟哟，把杰米接到我家住，我们三人一起 hiphop 会更酷。你们比赛我监督，看看谁有真功夫。哟哟 ，MC 老爹你真酷 ，MC 汤圆真佩服。MC 杰米要来住 MC 汤圆家族一定吃到耶！哈哈哈哈汤圆你多吃菜，吃菜才能跑得快。哟，跑得快。哟哟，MC Jimmy 你多吃菜，吃菜才能变成聪明蛋儿，聪明蛋儿。嘿，聪明蛋儿耶！哎，三位 M 什么 ？MC。三位 MC， 听我说一下啊，咱们能不能立个规则啊？
咱们吃饭的时候能不能恢复正常说话呀？啊，另外呢，这吃饭时间不计入比赛时间，行吗？行，我看行，我看行，行行行行行行行。嗯，来，多吃点啊。谢谢妈。嗯，你也多吃点。谢谢。哎呀，我的天哪，终于恢复到正常人了啊！哎，唐远，见面。我觉得咱们换个玩法，玩点不一样的。嗯，咱们在一段规定的词，看谁用最短的时间一字不差把它背下来。嗯，怎么样？嗯，我觉得行，这可相当没难度，我双手双脚干的。你呢？杰比，你行？当然行了，我是最厉害的啦！我才最厉害的，我才最厉害呢！我，好好好好好好，你们都厉害。吃。新花样，看我手里的 A4 纸，就是你们新的力量。哟哟哟哟！床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。举头望明月，低头思故乡。嘿 ，rap 真的并不难，加上古诗很简单。rap 背诗背诗 ，rap。现在的家长太厉害了，他就是想让我们背古诗，我们中圈套了。真好啊！我不要背古诗，我也不想啊。汤圆，我先走了，我先撤了啊。汤圆，你别干嘛去了，干嘛去？我输了，我认输了。哎，杰米，杰米，再见。哎呦，杰米现在不玩了，你呀跟我一起背诗吧，背不下来可别耍赖。大话可别说的太早，谁输谁赢还不一定。嗯，好。背成朝雨浥轻斜，客舍青青柳色新。劝君更尽一杯酒，西出阳关无故人。日照香炉生紫烟，遥看瀑布挂前川，飞流直下3000尺，疑是银河落九天。时值明月汉时光，万里长征人未还，但使龙城飞将在，不教胡马动阴山。红豆生南国，春来发几枝，愿君多采撷，此物最相思。这谁家的小孩啊？谁家的小孩丢了回来领了？我这叫宾至如归。你图这个吗？我们图的是行侠仗义，扶危济困。战思已可从。我唱的还行啊，你们怎么老是这样？跑调，这个气儿哇啦的。没有太跑调。快把这王里南宾馆之前还有南面反正来两杯。一共吃了3袋薯片，喝了5瓶汽水。至于吗？这么小。我投降。谁是小豆包？我才不是呢。现在你可以瞬间长高30厘米，长。我每次见到他都跟他说请安呀。这美好的一切都是汤圆我环境天使用劳动换来的。
可心啊。考察团又到了，欢迎光临，哎，不是，欢迎光临寒舍考察学习。行，我这里啊，绝对让人眼前一亮。两个字儿，完美。哎，脱光光了。天
天哪，谁来救救我呀？可心，你这哪里是考察团嘛，你完全是给我请来了一位祖宗啊！你已经去美术馆看画展了啊？你啊，他完全是在坑自己人的。哎，自己呢？我也有自己的呀，我也可以坑一坑。喂，糖糖吧，赶快来救驾！我这里啊来了一位祖宗，对，也可以说是皇上，嗯，还可以说是敌军首领。唐将军，你还是赶快出征吧。好。喂，东莞吗？我爸爸刚出差回来，给我带了一大堆零食，我正吃不完愁呢，你赶快来跟我分担分担吧。你在电话里不是说你有一堆好吃的吗？我妈妈都把好吃的留给我，你为什么不给我吃啊？我给你吃，等会儿我哪有好吃的？我要这屋子，去了。啊，这不是真的解释不清楚。敌军哪里逃？唐将军来也。嘘，这才刚消停一会儿，那小家伙总算是睡着了。哎，要是你能把他给吵醒了，那得惹多大祸端，所以千万别吵醒他。啊，睡着了，我还要跟他大战300回合呢。这怎么回事啊，汤圆？你不是说有好吃的吗？哎呀，我跟你们俩讲，事情是这样的，就是说可心把他的表妹送到了这里，然而他表妹呢又在我家简直要闹了个天翻地覆，然而他老人家却去美术馆看画展了。啊，表妹还把你当保姆了。嗯，不是说是敌军首领吗？别小看这小不点儿，这小不点儿可比敌军首领还牛，简直是 boss 级的。既然是 boss 级别的，就让我唐大将军给他点厉害尝尝。刚才做了一个梦，梦到了两只猴子上蹿下跳的。太阳哥，太阳哥，哎，来了来了，给我穿鞋，我要出去了。你终于要走了，谢天谢地。哎，我护送你回家。我不走，我说去客厅。哦，天哪，没打着，又没打着，哈哈。又没打着，你跟眼疾手快的唐大将军比，简直是鸡蛋碰石头。哼，不跟你玩了，不跟你玩了。哟，醒了！你们俩是谁呀？从哪儿来的？哎，他们俩是我招来陪你玩的玩伴。我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小名叫冬瓜。他是学霸冬瓜，我是无敌将军糖糖。学霸是什么？学霸就是学习特别好的意思。有多好？现在我4年级，明年上初一。啊，我明白了，你留级了对不对？哎，这叫跳级。我不感兴趣，你还会什么？我还有一个外号叫做表情帝。表情帝是什么？就是会做各种各样的表情啊。为什么？就是闲的没事干。别这么说。好吧，给我变一个吧。变一个？变什么？我不会变魔术。表情帝呀。好嘞，您上眼瞧。
是有点。哎，你这小孩怎么说话呢？你批评我，我不高兴了，我要哭了。哎，别哭别哭，让我唐大将军来给你表演节目，好不好？唐大将军，你的名字有四个字啊？啊，不是不是，我叫唐唐，是个大将军，我会打拳，太极拳。好吧，我看看吧。我是一张弓，战死一棵松。哎呀，我唱的还行啊，你们怎么老是这样？不好调，这个劲儿慢呀。没有太跑调。吹吧。吵死了。我是一张弓。过家家，那可是小女孩玩的东西，我们可不玩。那我去蹦蹦床了。天哪！对于这样的敌军首领，我投降。哎，早知道是这个任务，有一屋子美食我都不来。可心，你总算是来了，我们都坚持不住了。表姐，我今天很开心。我说可心，你能不能别当一个甩手掌柜的？这个豆豆简直是一个永动机。什么叫永动机？就是永远能动的机器啊。它为什么永远都能运动？因为它是永动机啊。你好像把自己绕进去了。可心，你赶快把它给带走吧。豆豆，咱们回家了。今天晚上吃排骨怎么样？排骨我喜欢。这里我也喜欢，我明天我还来。别呀，您还是找其他的小朋友玩去吧，我这儿可承受不了。我不，我还来。啊，可心，救命啊！珊珊，鸽子，你们可得救救我！有这么夸张？你一个男生，让我们救你？你是不是被虐惨了？我妈妈说，男生就是脆弱。别什么都听你妈妈说的，你不是说我脆弱吗？明天你试试。豆豆说他明天还来，我一听这话，脑袋都快爆了。就可心的刁蛮小公主，难道她表妹也是个小小刁蛮公主？那对你来说，岂不是一个意外惊喜？意不意外，惊不惊喜？两位大姐呀，我求你们了，回头要不我请你们吃冰激凌？不对呀，你那几个好哥们呢？关键的时候见死不救啊！别提他们了，他们都已经被虐惨了，我请他们见，他们都死活不来，而且。经过我的研究，对付这种小女孩，只能让女生上，这叫以毒攻毒。什么意思啊？我们是毒啊？不是，不，这叫女人半半边天。好好玩，姐姐回家写作业去了啊！走吧，走吧，我能行。喂。
我这叫宾至如归。哟，还跟我是爱上成语了，你知道啥意思吗？我表姐告诉我了，就跟到了自己家一样。啊，可是你。我去开门。来来来，快进来。不许进！你们俩是哪儿的小孩？是不是走丢了？需要我找警察叔叔吗？我们俩小孩？开玩笑呢呗！你就是那个豆豆吧？哼，我不理你。别呀，我和珊珊可是你表姐可心的好朋友。我表姐才不像有你们这样的好朋友呢。什么意思？你们可算来了，赶快进，赶快进。不许进！我是贵宾还是他们是贵宾？选一个。都是贵宾，都是贵宾。他们呀，是我邀请来给你当玩伴的呀。真的？那一定给我带来了礼物，对不对？汤圆没说啊。等等等等，棒棒糖，嘿嘿，惊不惊喜，意不意外？谢谢，不过我妈妈说了，吃糖果好，牙里会长虫子。没事儿，只要不是天天吃，吃完后及时刷牙，是不会长虫子的。那好吧，你的礼物呢？我妈妈说了，不能随便跟别人要礼物，这样的话不礼貌。小气鬼。我要去看电视了。哎哎，老看电视也不好，会损害视力。要不然咱们玩一个游戏好不好？玩游戏可以，但是我得先考你们一个问题。问题？你还会什么问题？还考我们？我们可是著名的小学生啊。哎，好吧，我就考你们一个简单点的。你告诉我，尼安德特人是被谁消灭的？尼安德特人，这什么鬼？你知道吗，珊珊？完全蒙圈。知道？这都不知道。尼安德特人是被智人，也就说是你我他的祖先消灭的。你几岁？学什么的？我怎么感觉？好无奈啊！我5岁上幼儿园大班。难道你们幼儿园的小朋友都这么博学吗？其实我也是听来的，就在那个什么珠穆朗玛什么巴拉巴拉听来的。10后好可怕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意不意外？惊不惊喜？哎呀，我终于理解你了。这样下去的话，我俩也得疯。我饿了，我要吃饭，赶紧给我订外卖吧。这才几点啊，就要吃饭？我要吃外面，我要吃大鸡腿儿。这要不要吃奶油蛋糕啊？要，祝你生日快乐。是我没钱了。胖子跟我表姐说了，让你先给我订饭，然后让我大姨，也就说是他妈妈，用手机的钱转给你妈妈。我怎么听着像绕口令啊？我妈呀，就给我30块钱订一个盒饭，你还是回家吃吧。我这儿弄不起你，我去给可心打电话。不许打！我妈说了，在外面吃得香。啊，我输了。吃的，你吃的真香啊！我妈说了，吃的多长大个儿。我妈妈也说了，小姑娘吃饭要文文静静，
我妈妈说了，小姑娘要自信。我妈妈也说了，小姑娘要彬彬有礼。我妈妈说了，小姑娘吃完饭要睡一觉。我吃饱了，我要去睡觉了。胖子哥，我帮你收拾桌子吧。不用了，我怕你儿赶快去睡觉，我怕你一收拾我这餐厅没法要。我去睡觉了。嗯，去吧去吧，拜拜。这一上午折腾的，哎，不是说小朋友中午不睡觉的吗？唉，那是某些小朋友，这个小朋友就睡午觉。哎，汤圆儿，我真同情你，看来连可心这个刁蛮小公主也对付不了她这个表妹。我看咱们还是抓紧时间眯一会儿吧，等下午她醒了好对付她。哦，我真，你们还算不算朋友啊？这时候还有心思去睡觉，真是交友不慎。有了，你这么一说，我倒有个主意，我们要给他找一个新朋友。新朋友？没错，我们要给他找一个旗鼓相当、半斤八两、针尖对麦芒的混世大魔。我怎么听得那么悬呢？就咱们这个人际关系，还是找一个什么混世大魔王？我说，你们要是真能找个治他的人，我就连续30天，每天给你们俩都买一个冰棍，连续30天吧，所以说是30顿。不对啊，60顿。你图这个吗？我们图的是行侠仗义，扶危济困。啊，太好了，不用买冰棍了。你们俩的形象顿时在我心中高大起来。哎，你怎么不穿鞋，光着脚在地上走路啊？你给我穿。你不会在家也这样吧？我想穿就穿，不想穿就不穿。哎，他们俩呢？他们俩呀，都被你吓跑了。我有那么可怕吗？他们俩可真胆小。他要喝水。哎，他要尿尿。他要吃饭。哎，让他吃去。他要睡觉。哎，睡他个去吧。哎，有人敲门，我去开门。我藏起来。来，请进。豆豆呢？还在睡觉。这次我们肯定能让豆豆服服帖帖的。你们想到办法了？嘿嘿，怕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。您上眼瞧。哈哈，哈，这房子嘛，不用。比我们家的小多了，卫生也不行，得好好打扫。这你们俩真是给我又请来了2个豆豆。豆豆，他是谁？我就是豆豆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是米儿。我是豪豪。我在这儿玩，你们要不要跟我一起玩？好呀好呀，咱俩去玩。我也要。哥哥还有没有玩具？我们要玩过家家。对了，有冷饮吗？冰棍、冰淇淋，还有南冰，反正来2杯。我也要。黑什么黑呀，胖子哥？他们俩可是我们的客人，对待客人应该有礼貌，对不对？对。对了，我还要吃薯片。对，很好吃的那种番茄味的。你们只要好好在这玩，我就肯定给你们去买。我也去买。这还差不多，我们还想下楼玩滑梯呢，待会儿把好吃的送到楼下吧。豆豆，妈妈，让妈妈带我们去玩。我也去。走啊，终于能歇会儿了。哎，这几个小孩精不精细，意不意外？特别精细，特别意外。哦耶！一样，就不行。
先算算账吧。你家小表妹在我家一共吃了三袋薯片，喝了五瓶汽水，还有她还吃了两个雪糕。还有那群小孩的账算在谁的头上？我还没跟你算账呢，你说说他们给你带来了多少欢乐呀？还不是我把那群小孩带过来，要不然你现在还受着哥哥的折磨呢。我不能总又照顾孩子，还得陪车吧。不就是吃你们家点东西吗？至于吗？这么小气，还是不是朋友了？我惹不起，躲得起行不行啊？不过你得答应我，千万别让这群小孩来了，我实在承受不住啊。电话，我去接一下。喂，哦，可心，找你的。谁找我呀？喂，豆豆，你们不去海边玩了？来汤圆煮煮去。好啊好啊。别，你就跟他们说，我和我爸妈要出去玩，出去玩。啊，和米蛋也商量好了。行了，你们一块来。不会吧？啊，要不我先走了。你别把棉拆了，我把整片天都留给你们。我先找那个东马和唐哥玩去了。再见。张小新，你头人来了。哪来的狗啊？刚才跪屁股掉一个吧。真是就会嘴上逞能，跑不了，咽下去，我打病。苍天。赶快帮我们找找可心，他现在情况十分危急，会有一个很长的沉默。我就是想问问你们，为什么每次见到我都不跟我打招呼？今天太